的，欢迎来到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小伟。今天呢是我们奇拉蒂娜最后一天，对，3月16号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打个机场，看能不能在最后一天拼到四位吧。好，我们今天第一场跟上礼拜一样，大人公园。那晚一点看一下附近还有没有蛋再打吧。那一样一来就满人了，20个人，然后一样奇拉蒂娜今天就是要来拼我们最后，看看能不能打个机场，然后遇到四位。好，这边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，对，就是最近能尽量不要出国就尽量不要出国吧，不然真的太危险了，很容易把疫情带回来台湾。好，20人打完了，这场超快。那奇拉蒂娜拿来打老大也是蛮不错的，对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养个几只。第一场几颗球？看一下，黄队超少，7颗，好啦，比上一次6颗好很多，好吧，来吧，第一场。有没有四维 ？No， 啊，没有四维高一点嘛，1859，那我的什么鬼东西？啊，没有 SL， 没有四维没关系，多点糖果。好，没了 SL。哦，哎，彗星捕捉，赞哦！上一次打客有彗星捕捉，这次奇拉有彗星捕捉，好，下一场。好，第二场打完了。我发现最近真是很容易出现网络错误的问题，连在打对战的时候都很容易出现断线。就站在那边，有时候是对手站在那边，有时候是我站在那边让对方打。不过目前胜率还不错，目前打得还不错。等我打到 R7 的时候，我再来公布一下我的队伍吧。OK， 来吧，11颗球，第二场有没有 ？No。1927，好像蛮高的哦，1927好像是我现在遇到最高的哦。好，这个认真抓，好 ，great， 这次一定要好好丢1927。上次抓1911多是最高的了，没有，不行，这次真的不让他跑掉，1927耶，没有 ，no， 丢过来，很快哦。好，这个 SL 有了，可以进了吧？我觉得我这次丢的还不错啊。有了，耶！1927，马上看一下他的 IV， 希望他的攻击是高的。哇，耶！15的一只 ，nice， 今天 nice。好啦，有这只没有射尾，我也愿意了，好不好？等下晚一点，我刚刚看到红那个儿童公园那边有一颗，那我等下先去定个健身环。对。那晚一点再来打儿童公园那颗吧 ，Let's go， 妈妈来，来了，不理我。第三场幸福儿童公园。第三场打完了，奇拉蒂娜6颗糖，哎，现在不错，糖果都蛮好拿的，一场都6颗。黄队又是最后，又只有7颗球，7颗球没关系啊，有四位我们只要1颗就抓到，来吧四位 ，no， 188级，奇拉蒂娜现在复刻几次啊？可恶，他四位我们这么难遇啊，好一个 SN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有那只1927的还不错，那只很高，对不对？那只，哎咻啊，那只有98吧，我猜，因为它只有少一嘛，少一个防御而已。好，这是奇拉蒂娜也到手，1887，不高，啊、普普而已。好，奇拉蒂娜晚一点，如果还有蛋再来打吧。明天开始有可能就会开始打搬运小将了吧，因为他有四出射尾，对，所以可以换平他。而且搬运小将我现在还没有开图，对，所以改天我们再去打一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其他第二影片差不多就结束了哦。对，希望晚一点我自己在打的时候可以出，好不好？可以出，等下天色就暗了，不好拍了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点喜欢的小光，让多朋友们够影片的话，影片要订阅我。那我们之前的一番赏的影片呢，这个礼拜要抽出来了，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一番赏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抽一下，我们有抽杯子，还有什么吊饰之类的，皮卡丘的，蛮可爱的。好，那我们下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